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，今天去吃南方菜。本期节目由麻辣空间赞助播出，优惠活动敬请关注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 Raswell。Raswell 呢，一向是有非常多好吃的餐厅的。今天就是街角这家非常漂亮的，叫 The Mill Kitchen and Bar。这家是一家典型的美国南方菜，今天带大家来品尝一下。The Mill 位于 downtown Raswell 的核心地带，是本地最受欢迎的美国南方菜餐厅之一。主厨 Nick Jennings 生长于 Georgia 本地，从小受到家里擅长厨艺的长辈影响，耳濡目染，做得一手地道的南方菜。同时，他也在各种地方和国际美食的启发中，不断对南方菜菜品进行创新。他家无论是午餐、晚餐还是周末的 brunch 都很精致美味。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南方菜经典的 shrimp and grits， 还有 cornbread。 我要给大家特别的推荐一下这个 cornbread， 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就不愧是那个南方做南方菜的店做出来的，非常的蓬松，然后又非常的香。这个很难得的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蜂巢，这个蜂蜜甜而不腻，非常好吃，超好吃的。就这个 shrimp and grits 哈，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南方菜，然后也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棒。除了美食之外 ，The Mill 的用餐氛围也十分值得一提。餐厅环境典雅舒适，户外就餐区域宽敞通透，绿植环绕。天气好的时候坐在户外甚是惬意。他家还有多个可以承办不同规模 events 的用餐区域，包括适合10到30人的 The Porch， 适合20到40人的 The Back Bar， 适合20到50人的 The Barrington Room， 适合20到60人的 The Loft， 和适合40到90人的 The Bullock Room。 The Mill 的酒吧也很不错哦，喜欢 whisky 的朋友可以点上一杯 old fashioned， 制作过程很是养眼呢。